我觉得现在这个成功的机会大了啊，因为好像这个教宗罗马保禄的二世过世跟这个新的教宗被选的那个机会上呢，好像引起了这个我们中央的领导的这个兴趣啊，也感觉到好像跟这个天主教。 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啊。那么我希望，被逼一定要作出个决定嚟噶。咁所以喺呢个决定里边咧，就可能台湾有某些人会好失望啦，系嘛？即系我哋知道台湾啲主教已经即系了解呢件事，已经接受。咁甚至都。 政府都有人明白呢件嘢，不過當然咧，大家都知道咧，教廷咧一定首先要保證呢個交易裏邊咧所得到嘅真係一個國內嘅真正嘅宗教自由啊，咁先會作出呢個可以話痛苦嘅決定，係嘛？ 好多人都問過佢，佢話我當然好想去啦，但係佢都話要等天主安排。其實呢個唔係單方面可以，即係話佢要我哋請就成功嘅，都要即係另外一方面都准許佢咁先可以啊。所以即係我諗根本。 由于我们的如此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